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就是先参与了迪士尼12月29号即将上映的100周年的电影中文主题曲《心愿》。今天也是来参与这个台湾第一家迪士尼医院的这个开幕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大家真的都要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。我最近也是，就是时间很忙碌，又是演唱会，又是节目录影的，口罩还是我能够戴的时候，我就还是会尽量戴口罩啊，然后维他命啊、保养啊、保暖的这些东西，我都有尽量的在做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。So I make this wish， 愿望的声音不会停息。So I make this wish， 那是我。